上这个 MR200 车的后续系统，它本身是一个音乐系统加一个10瓦的无线电。那因为我们在机车骑乘的时候，它不像在汽车的驾驶方面有那么多的一个空间跟一个安全性，所以我们研发这个系统针对车内成人机。车队车队通讯，对彼此路况的联系，啊，彼此一些紧急事故的联系。那本身这台小小的一个无线电来讲，针对摩托车、重型机车去加以开发，所以它使用了完全全防水的设计，它大面积的一个散热，其他非常小的一个安装的一个空间。那因为它包含了整个运作常见的汽车的导航、测速器，可以通过它去做一个整合。那让彼此在做重心的时候，在骑乘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。